那我受不了，我要继续流川了。你可以玩，你可以玩阿木吗？喂？喂，你好，这是陈浩先生。对，是。你好，这里是联邦银行。就想要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赖点卡，在4月20号凌晨大约12:50，您有在一个国外网站上面做消费？有，大概98美金。哦，了解。这个大概换算下来是1台币约2700多元吗？对。啊，对，那卡片都帮您恢复正常，可以正常使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您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为什么你刷卡会有台湾银行打电话确认？没有，因为那是国外的、啊，他可能想说，就是正常刷台湾不会怎么样，那你刷国外的账的东西，他就会确认一下。他也不一定啊，他随机确认，他不是每笔都确认。所以你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刷了一个国外网站一个98块的东西啊。那也不是买啊，它就是一个，算是一个网线上课程、啊。线上课程，嗯。啊，敢 PR 剪片真的是，哼。哎、欸、，Premiere 算简单的，算简单的。PR 吗 ？Premiere 啊，你用就是 PR 就是 Premiere 啊。所以 PR 不是 Premiere Pro 吗？不是，我的是那个 Pro 那个、欸、紫色的那个、欸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看到那个是说那个是专业的，是呀、哦，有点危险。干人家光是教学就教了至少3-4个小时呢，你跟我说简单？我有睡哦，空位好球。不是啊，应该这样讲啦，你熟能生巧的东西都简单啦，应该是这样讲。靠北完了，好远啊！干到，好险！干我阿神，阿神真的很快。再一次，好球！我就要帮你协防一下，因为现在领先6分。好球！但远一点盖不就有？水啊！小心 catch 啊！干靠背嘞！被骗。骗人呢！谁 catch 到就跳起来？秋啊！北齐，就我 K 你妈了！找到我就按照我的打法啊，干一干二就好了，可以干到他 catch。干他一直帮他捡起来，好烦！我盖后面哦。干扰到进了，没进。所以干扰他，干扰他 catch 就好 ，catch 就给他顶。哇吼，阿神，没跳阿神，靠背哦，他冲出来抓我是三小啦，地他完了，腿断了。你刚刚有能量吧？有啊，刚没地他，我想说可以直接盖，就腿定在原地啊。哎、欸，靠背，靠背糟了，哇，这叫一木。啊！哇！你卡住我！来哦！干阿神太扯了吧！射爆了吧！我等一下开哪一只？都等一下，我们先打完这一场。好。哎、欸，干你干他这样，他这样有点扯哎、欸。地他！阿神！哇！过去啊！直接被射烂啊！我觉得阿神移动速度变快了，看太强了！我等一下玩阿神。你只要一个没猜到，你就跟不到了。注意啊！敢对方3分3分得啊，我们有2分2分射。你让我选第一步，我就盖爆他二了。盖了，靠北不会进了吧？好险！嚯、啊！嚯哟，干他直接飞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跟你讲，让我选赤木，我就进了。我相信赤木家都给我了。他的他的打法，哎、欸，再守一个阴险流打法。我盖外面，我盖他远的。哎、欸，靠背，哇！你直接被骗嘞、欸！你不要假动作骗嘞！而且干那个假动作根本就不值得一跳，操！他那个墙头，哎、欸，不要远，靠背嘞！哇，好险，对不对？球，墙头假动作你就飞起来了，我笑死。干对啊，干靠背就被那种智障骗，跳他，干完了，哇、哦，好险好险，
哎、欸，靠北啊！不要传那么远啦、啊。是啊，他那个有空位啊。不是，干这种传球很危险。哦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被盖了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好，算你直接。两秒，来不及了。来得及啊！啊，碎。碎碎碎，及时。小江他可能会直接出手。哇！啊、我跳快了啦！你妈啦！我刚才本来以为他要侧移，我直接飞起来，然后递过他，结果靠北，我飞起来都他开大，直接可怜。再搞这个，被盖了没有？哎，我没盖，傻小 ，sweet。欸、我要跳他 catch 哦，我觉得他会开成，他会成全 catch。哎、欸，慢的，递他！哇，帅帅帅！哇，好球好球！干，这一球就值得了啦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一段直接盖他、啊，直接上，直接拆他。你看他没拆，没抓我。还有球了啦。Oh no！ 好悲啊！干，太丢了吧！还有一个大，还有一个大。来，我忘第三了。快点！好，在你后面。我有个大，我有个，我有个大，你最后不行就给我。好，你直接开，你直接开，你直接开，来不及了。被盖掉，哇、哦，没被盖，没给，好可怕。惊啊，无代志。最后一颗要盖下来哦。啊，完了！卡神，你太难铲了吧！你要不要地分骗他一个大？好，来哦！靠边嘞！再骗一个，再骗一个！碎啦！哇！是不是看到完美？那边左手只是辅助，完美！哎、欸、，catch 哦 ，catch 哦，直接跳，直接跳，地他！哇，帅帅帅！啊！看他很久，干这一球真的是，最后这 play 打不出，打神真的是。不是啊，哦、阿神加快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其他重点是火锅范围变小。刚被他投了几颗啊？八颗三分弹。好，来上线上线上线，进。妖许，我哥玩流川啊，我玩古川啊，你玩板啊？你不是要玩赤木？啊？你不是要玩赤木？啊、可以啊。你哥玩樱木啊？你哥玩樱木啊？你玩赤木啊？然后我玩没有玩赤木一样是防守啊。